小 S 今日带着妈妈、婆婆以及三个女儿到韩国旅游，才刚晒出和姐夫具俊晔的尬舞片段，让不少网友笑翻后，就网友在路上巧遇他们一家人，而小 S 女儿的穿搭立马引发热议。网友在网上晒出在首尔街头遇到小 S 一家人的照片，只见小 S 大女儿身穿露背装，配上牛仔长裤，二女儿则是穿上百褶裙搭配小肩短 T， 大露水蛇腰。而徐老三不同于姐姐，则是穿着休闲风格。三姐妹的好身材让全网大赞不已。而该网友也分享，他遇到小 S 时夸赞女儿很漂亮，结果却被小 S 反问：“那我不美吗？”超逗却互动，让人不禁表示：“不愧是小 S 啊！”Bye.